好，系啦，好，继续。咁啊，就讲下呢间酒店。酒店，咁呢间酒店咧就叫 Hotel Cecil。食宵啊，就系呢间酒店啦。咁啊，呢间酒店咧就系、是、好耐噶咯，好有历史噶咯。好耐啦，呢个40年代系嘛？系啊，已经开始营业噶啦。咁啊，原来咧呢间嘢被誉为咧最邪门同埋闹鬼酒店。系咁啊，因为咧有几单好著名嘅凶杀案咧都喺边发生啊，同埋有十。几单嘅自杀事件系发生的？系啊，自杀事件就诶冇声啊，系嘛？号码揿咗。咦，0101讲冇声嘅喎，边个？揿咗。咁佢打啊？打你打冇声，我打。咦，阿 Andy？ 哦，正话我瞄咗咪系咩？系嘛？唔知我唔好继续嚟。咁啊，呢间叫食宵 hotel 咧。咁啊，被喻头先话被喻为啦，就系、是、邪门啦，最邪门嘅酒店，闹鬼嘅。咁啊，因为咧，其实咧呢间酒店咧就位于呢个 LA 嘅，我系咪好标的LA 嘅？LA 嘅，LA 嘅嗰个，其实佢哋咧系被喻为，拧翻个 Opa 文嘅头佢先，就被喻为咧嗰区咧系治安好差。系啊，呢、這个系红湾区。红番区，系啦，咁啊治安极差嘅，咁啊同阿郭恒成有一跛。OK， 好，咁啊嗱，最轰动咧，其实有几单案嘅，咁啊就系咧其中一单咧，就原来咧系呢个叫做 Richard Ramis。嘅连环杀手啊，咁啊佢系美国一位嘅连环杀手啊，喺呢个1960年啊，60年代期间咧，原来咧佢喺系咪喺呢间酒店杀噶？有啲都系，啊系，佢喺呢度住，哦喺度住，系啦，咁啊佢原来咧杀咗超过14个人啊，系啊，同埋咧有啲人咧就话佢叫做 Night Stalker。系就夜行者，哇！呢、這个名字就靓嘅真系。夜行追击者系夜行者系啦，就系、是、呢位啦。吓，而家睇到呢位叫做 Richard Ramiz 系啦，就系呢个终身编号咧系 E37101。好啦，咁啊，跟住咧第二位啦，就叫做 Jack Antonio。咁就讲中文啦，杰克恩特卫格，高手嚟呢个，呢个真系高手啊！系咩咧？到而家有吹你唔涨啊？点啊？咁阿丁讲下，你讲啊，你讲啦。咁呢个 Jack， 阿 Jack 系啦，咦？唔系 Jack 啊？都系遮住头啊，都系斜斜地啊。咁佢。点讲咧？佢单单案咧都有个共同嘅疑点啊，系点咧？共同嘅特征，嗯，但系警方咧就吹佢唔涨，嗯，因为冇证据，到而家都冇证据，就算佢衰咗，系佢监狱入边啊，将佢所犯嘅案啊写咗本小说啊，非常之畅销，系就做咗大红人，系。你又系吹佢唔涨，嗯，咁同埋咧，佢点解会去到 L A 咧？佢根本呢个咧就唔系 L A 嘅人嚟嘅，佢本身系第二个国家，嗯，咁佢咧就为咗咁啊，嗱，佢声称目标就为咗写书，嗯，为咗写书，嗯，咁啊去到呢个 L A， 嗯，咁咧就特重要咧。特去到差馆就要警方同佢合作，做呢个导游啊，介绍翻系啊，介绍翻佢呢度嗰啲凶杀案嘅故事。嗯，就冇嘢噶，佢成到而家都吹佢唔涨噶。但佢系坐紧监噶嘛？咁啊，坐完啊，坐完翻嚟啊，做咗个大红人啦已经。而家系啊，死咗未噶？未。
应该未死啊，应该未死。但系佢样咧，几似啊边个？大家有冇印象啊？阿关少聪啊？呢、這个老板关少聪啦，我知边个，唔系啊，个鬼仔啊嘛，系啊系啊，我几惊我老板啊，大佬似唔似啊？少少似咗老板，系、哦、嘛？老板嘅老板啲咯，个样，即系老啲嘅咯。系啦系啦，我几似，都几型喎，我觉得佢高手嚟，真系高手。佢单单案咧，你可以话佢牵涉，系啦系啦，但系冇证据。系落手推佢唔着，佢都杀咗唔少人嘅。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另外咧有一单咧，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啦，就系、是、一个记者。咁啊，原来咧佢都系喺呢间酒店咧，就用30蚊啊，定300蚊我唔记得咗，美金就照记。系。然之后咧就喺呢间酒店杀咗个妓女嘅。系。都喺呢间酒店发生嘅，咁啊，另外啦，咁啊，一个已故嘅受害人啊，又已故嘅嗰个女演员啊，俾大家睇下啦 ，Elizabeth Short， 伊丽莎白·修特，哇，呢、這个就我谂死得惨啲啊，呢、這个 Elizabeth Short， 系啦，咁啊，佢咧就俾人发现咧就沉尸。喺呢间酒店嘅花槽里面，咁啊死前咧就怀疑啦，就惨遭虐待同埋疯狂毒打，成个嘴咧都裂到去到耳仔边，真系好似小丑咁样。我可能就系 Joker 做嘅，我屌。咁啊尸体咧仲要拦腰斩为两半，器官咧就攞晒出嚟，尤其是下身添。下身有咩器官啊？子宫啊，我踩啊！哦 ，OK，OK。咁啊，尸体咧，亦都流干晒啲血噶咯，已经放咗血，好恐怖啊！咁啊，呢套 ，sorry， 呢个女演员咧，呢单 case 咧都拍咗套戏嘅，就叫做《黑色大礼花》。咁我冇睇啊，其实，好似系好耐嘅咋，《手撕鸡案》《手撕鸡案》系啊，《手撕》，但系澳门嗰个《手撕鸡》恐怖啲，系嘛？你知唔知噶？知啊，但系竹笔似喎啲肉系用手似啊，餐刀啊，好似系你做咩用餐刀去食我咩？即系屌啊，唔系我啊，大佬，屌你去食啊！佢扯开啲肉，跟住抌落个厕所度啊嘛。哦，哇，以前嘅佢都好辛苦喎、啊，加人批字，佢都好辛苦、啊。系啊，杀咗两个啊，好似大陆人嚟嘅，杀咗两个妓女。因为冇钱俾，即系大陆杀大陆，叫完鸡就冇钱俾。大陆人叫大陆鸡，系咁啊！澳门高级啲啊嘛，澳门叫哦。OK， 继续，冇错啦，就系呢单 Elizabeth Short 咧，咁啊就喺呢间酒店嘅花槽咧，就被人发现咧沉尸喺度嘅。咁所以呢一个酒店咧，都真系邪邪地嘅，好多黑背嘢啦。即系讲求人咁讲。都牵涉咗好多人命，咁可能咧呢咁嘅变态杀手啊，俾啲灵，俾啲鬼啊，即系俾啲受害者咧缠绕，但系佢又带咗呢间酒店上面。嗯，冇错啦。会唔会咧？有机会啦。点解会咁讲咧？我哋今集嘅节目完结之前咧，咁我哋为咗咧我哋惊啊，我哋播一套微电影咧就是、关于呢单蓝可儿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系啦，咁我哋为咗惊咧，我哋无啦啦播下俾人 cut， 咁所以咧就摆到最尾。最尾我哋先播嘅，系啦，咁大家咧就睇到最尾啦，记住。好啦，咁啊，咁同埋有少少继续恐怖样嘅、嗯，有鬼样，有鬼样嘅。咁我已经尽量删减噶啦，我尽量删减啲噶啦，但系点都要。播翻少少样子出嚟俾你睇下噶嘛，冇错吓，咁、啊、你哋先会惊啊，咁、嗯、希望你密切留意翻啦，咁同埋咧啊搭 lift 嗰即系搭 lift 头嗰幕嗰幕咧，气氛啊，我尽量就我尽量咧就配合翻啊原有嘅画面，咁啊尽量俾你知道佢救阿蓝可儿究竟发生紧乜嘢事。系啦，好啦，咁啊空咩咧就话会唔会呢度咧成日拜魔鬼啊，所以咁多杀手。作案，喂，其实都唔出奇。啊，系你话有个邪教系嘛？系啊，讲埋呢度啊，系咯。其实就
以前咧就有个又唔系好出名嗰个撒旦教啦，另外一啲细型嘅邪教组织咧，都喺试过。茶园张房，类似啦，咁啊真系拜魔鬼嘅啲。系嘛？系啊。撒旦咧就喺呢啲酒，系唔系呢啲？喺呢间酒店度咧进行过一啲拜撒。几耐到啊？时间系？都系六七十年代嘅事。哦，咁啊，因为呢间酒店实在太冒险鸡笼啊，又喺个红番区系嘛，喺红番区入边啦，即系治安又唔好啦，咁啊，其实好即嗰啲职员咧都习以为常啊，即系啦，有你啦，你俾咗钱你入去搞乜都得啦，俾钱你住啦咁啊，咁啊都唔出奇啊，所以你话系啊，因为真系有好多拜魔鬼拜撒旦嘅仪式咧，都喺入边啲房，总之三教九流啦，系啊。连接哦，已恢复咁得意嘅，好啊，咁啊，嗱，一讲呢啲就真系即刻嚟，但我哋未停电喎，系咪我哋太即系比较轻松啲咧？系咯，系啦，所以冇乜事啊。好啦，咁喺阿小炳啊 ，hello 啊，小炳，好啦，咁啊，讲翻蓝可儿咧，咁啊，原来咧喺1月26号咧，佢就入住咗呢间酒店，咁咧去到1月31号咧就失踪咗啦。嗯。好啦，咁啊，原来当晚咧有人听到住呢度嘅住客咧，就话咧，原来嗰晚咧啲住客咧都听到啲怪异现象，听到嘈，就系吵闹，吵即系吵吵。就是、吵其实会唔会真系佢有嗰种躁狂症啊，或者被害妄想，又或者真系俾鬼搞？系啊，咁我唔知啦，系嘛？好啦，咁啊，跟住啦，咁啊，去到星期三啊，三个礼拜之后啊，2月19号嘅朝早，咁啊，酒店咧入边咧有啲客人咧就话咧酒店水压过低，同埋咧个水有啲莫名其妙嘅臭味。其实真系系咩味咧？作呕啊！我屌，好卵臭。其实我真系唔知咩味，大家死老鼠去。嚟到尾真系去。够 ，OK， 继续。咁啊，酒店咧就派出呢啲维修员咧就上去水箱度检查。咁就发现咗呢一具尸体啦，咁就係蓝可儿啦。咁个尸体呢原来呢係全身赤裸啦，个头向下。喂，呢个係重点啦，异常扭曲。但係呢验尸结果呢就明显呢就话係呢係呢个就係失踪咗嘅蓝可儿。我想问下啦，我唔知道，因为我未试过。嗱，一个正常人如果当你跳海浸死好浸死又好啦。第一会唔会头向下呢？喂，通常都打横，两位已经有一个疑点啦。一开咗个箱之后咧，又见到个全裸条尸体啊，系讲紧系蓝可儿条尸体喺个水箱底啊嘛。系，咁你其实一个人浸死嘅，系会浮噶嘛，系嘛？浸死嘅系浮嘅，系你系要直接条尸穿咗啦，尸身穿咗气，穿咗之后啊，点样穿咗？即系条嗱，本身佢浸死嘅。佢點解佢會浮喺水面咧？條屍，因為佢死咗之後咧，你內臟入邊啲內臟咪開始嘔嘅，喺度嘔嗰時會嘔一啖氣喺度噶嘛，發脹咯、啊，會令到條屍發脹噶嘛，啊、發脹咗之後咪浮咯，啊，泄翻一道氣，係啊，咁你等個屍身腐爛咗，穿咗個身之後咧、啊，你啖氣冇咗嘅話，你條屍先會沉噶嘛。咁但係會唔會幾日就會咁樣？唔會，唔會嘅。你幾日佢先至條屍先發脹？嗯，咁啊會唔會頭向下咧？头向下，如果佢是自己爬入，佢就一定不会。点解呢？因为你睇翻头先佢嗰张嗰个水缸嗰张相啦，其实佢嗰个水缸门系好细嘅啫嘛。系啊系啊。咁你要爬入去、啊是啊，你系你唔系倒树冲落嘅喎，系咪？倒树冲落就唔出奇噶。唔系佢倒树冲落去咧，佢应该俾道门夹住咗嘅。你又知系咩？试下先。Really？ 因为佢呢啲水缸门咧，我听。有一个好致命的缺点嘅，睇睇大家。佢呢啲水缸有一个好致命嘅缺点嘅，系如果佢系自己跳入去，啊，佢水缸门系第一个疑点，水缸门嘅话系绝对冇办法自己闩。啊，系、哦，因为佢会开准噶嘛，系，咁、哦、要闩翻噶，哇，闩好辛苦啊。咁所以神探又坏塌晒啦。嗱，呢个系第一个疑点啦，第一个疑点啦，系咪？啊，如果佢会唔会可以好似咁样？我做唔做到呢？即系佢预备一跳啦，就掹住个盖啦，掹上个盖一跳咁就嘣咁样。
三萬個。咁咪而家，如果頭先我係講喺講頭先嗰個理論啦，你話你嗰兩係佢落之前有掹住道門啊嘛，係咪？佢落去嗰陣時候，對門係快過佢落噶，佢一定係夾住咗佢噶。哦，係嘅咩？係啊。哦。一定係會夾住咗佢噶。OK，OK。重啊嘛，明白。好，咁啊，呢個都係疑點啦，嗬。異常扭曲，我想問啦，浸死會唔會異常扭曲嘅？會嘅，佢可能掙扎咧。我後屘唔想死啊，我咪掙扎咯。唔係佢瓜咗之後都咁樣攤喺度啫嘛。係咯。不会扭曲的嘛。他扭曲了先。跟住死跟住。咁死了。咁死了他会再软化返㗎嘛喺水度。不会啊。软化返会个人会直晒。嗰时变骨啫。他咁少日他都系一个人。几日咗喎。都系一个人嚟嘅。睇佢浸死断气嗰刻佢个尸身仍然都系软㗎嘛。佢都浮唔晒㗎都。系得两个可能性。一系就佢唔系啲喺第二个地方。整死佢，整死佢嘅。佢挣扎紧死，跟住僵硬咗。一系佢就系俾火烧死，先至会僵硬。如果你僵硬咗，更加唔吻合。你僵硬咁远，你都收到声嘅咩？得唔得？你系有咩唔串添？所以系好多嘢唔吻合。我系啦，我觉如果好似他杀喺第度死咧，佢僵硬咗，屌你点抌佢落水箱啊？哇，好灵异啊！喂。嗱，头先我一开直播咧，就见到 E L Wong 噶啦。啊！但系咧，啱啱 send 句嘢出嚟，话 Hi 大家好，我迟咗入嚟。唔系啩？我第一个见到你入嚟嘅，八点半嗰时。佢可能闪一闪啊！但入咗嚟，我先佢会 detect 噶嘛，先会弹出嚟。哇，好惊啊！突然间，好诡异啊！讲啲鬼嘢。喂，真系要问一下，要我啱啱先入嚟，但我头先八点半已经第一个见你。你问佢咪？你用早过嗰个做 winner， 啊做 winner， 即系马来西亚嗰个，我见到你系，哇好惊、啊！好，跟住许新源。系啊，其实我真系同阿许新源讲一样咯。喂，做咁多嘢，如果你第二度特登搬条尸入嚟，啊，我搞咗，我抌去垃圾房容易啲啦。即系你觉得系自杀啊？反而系咯，嗯。是不是嗱，我当你有凶手，你会咁大费周章将佢抌去水箱咁辛苦，同我抌去垃圾房有几咁方便啊？转移视线咧，转移咩视线啫？当佢系自杀咯，你好似人间蒸发好过啦，你有冇睇《蒸发密令》啊？屌你！嗱，你而家你冇咗你哋嘅身份证啦，你记住啊，你唔好话叫阿 A， 你以后就叫阿 B。真系啊！你唔好咁嘅样啊！喂，真系啊！我第一个见到你弹入嚟系你啊！头先八点半，我真系好惊啊！喂，呢、這个系咪就系蓝可儿？蓝可儿之后我未讲我八点半，你想讲嘛？哎呀，好啦好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天台正常系得酒店，系啊，冇错啊，冇错冇错冇错。咁所以警方就第一件事就锁定目标啦。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啊，差不多啦，咁啊，头先都讲咗，有嫌疑犯啦，咁啊，因为咧，应该系酒店职员啦，咁啊，咁啊，讲翻啲邪门嘢啦，好啊，咁啊，据某啲 YouTuber 所讲咧 ，YouTuber， 咁啊，其实蓝可儿呢单 case 咧系比较邪，系邪噶，咁啊，邪乜嘢咧？就系佢件红色衫啦，哦，搭 lift。搭呢个件红色衫，冇错。你点解要着红色衫咧？唔知喎 ，why？ 唔知啊。咁啊，同嗰套电影咧，原来好似就系《鬼水凶灵》。哦。咁啊，原来咧，《鬼水凶灵》咧就系讲嗰个舞女啦，搬咗入无论荷里活版又好，日版都系，就系个舞女搬咗间，唔系舞女，系一对舞女，系一对做舞小姐。唔系，屌舞女。母女咯，老母同个女，阿老母同阿妈，老母同阿妈，哥系有母女啊，阿妈同个女，佢话第二种母女啊，好啦，就系母，即系妈妈同个女啦，又搬咗一个新嘅母女，我唔系同母女咩？唔系啊，你讲嗰啲母女，咁有咩分别咧？我哇，你啲音调唔同啊嘛，你读一次啊，嗱跳舞啫。跳舞啲系咩啊？舞女。咁妈妈同个女系咩啊？舞女。屌你，系咪唔同啊？
我知点解咧唔会熄灯，即系阿南可以都觉得呢班仆街呢三条友都好卵烦，唉唔卵搞你啊屌。OK， 好继续咁啊咧就讲咧就系话阿嫲妈妈同个女啦吓，咁啊搬咗一个新屋企，咁就妈女啊变咗卵嘢。妈妈妈妈同个女咪叫妈女，系系妈女。哇你系咪好唔耐烦啊？我讲多两句。佢又发现咗咧，屋新屋咧个天花板咧有个位咧成日都滴水。嗯。咁啊，几经翻查啦，同埋个女咧啲怪异行为咧，原来就发现咧屋企嘅天台上边咧真系个水箱系条尸。佢住咗几耐？几个月嘅啫。天台水箱入边。咁佢入嚟饮嗰啲水嘛？系啊，咁啊，同呢单案好相似咯。同埋咧，都系啊美诶荷里活版嗰套《鬼水空灵》咧，嗯，就系、是、好似个女系着红色衫，嗯，而日本版嘅《鬼水空灵》咧，嗯，系无啦啦咧就系讲佢呢个 mix 嚟嘅，哦 mix 嚟嘅，就系佢嗰个书包即系死咗个女仔，女仔有书包，个书包系红色，嗯，但都系埋即系有佢西片日本嘅水箱有条丝咯，西片定日本两荷里活版同日版都有，咁日版我就咩红色书包就我觉得正常合理啲系嘛，佢嗰啲书包通常都系红色，即系白色，嗯，所以呢啲就邪门事件，嗯，咁啊，同埋咧，我记得咧好似。因为我冇 copy 到啲资料嘅，就话原来咧，佢阿南可儿咧就系、是、住十四楼嘅，系，咁啊原来咧，之前有讲过咧，第一个嗰个咧，都系杀咗十四个尸体啦，阿查 Richard Ramirez 系啦，就系杀咗十四个夜间追击者，系啦，十四个人啦，同埋咧原来佢喺呢间酒店嘅时候咧都系住十四楼，系冇邪。十四喎，系啊，唔系架 lift 都升到去十四楼先搞啲咁嘅事啊嘛，系啊，系咩？我其实可能我唔敢，我写我捞乱晒，我同嗰个微电影，但系佢唔系住嗰层嘅，哦，佢系走去十四楼玩呢部 lift 嘅，系啦，冇错。所以咧，头先阿空 man 咧就话会唔会真系有啲魔鬼作祟啊？系啊，同埋咧，因为咧咁多单谋杀案啊，或者自杀案啊、被害啊嗰啲咧，呢度实在太多怨灵。系、啊，咁啊搞埋啲咁嘅拜魔鬼、拜撒旦咧，就吸引咗啲怨灵。系啊，咁啊啲时运低嘅人咧就会濑嘢。同埋可即系可以一阵间你会睇到呢个微电影嘅一橛一部分啫。咁你会发觉原来可以好系好多鬼嘅，有好多鬼系加插咗落去嘅。咁、嗯、可能就系佢用咗呢个咁嘅概念啦。嗯，做咗条微电影出嚟、嗯，即系佢用翻嗰个魔鬼召唤啊！佢可能佢加咗好多呢啲咁嘅元素落去咧，咁、嗯、就变咗系咯。咁咧你最啊留意下条片咯，系啊大家。咁、嗯、啊咁啊，最后咧我想讲咩咧？我唔记得。各位做头不是我想讲什么又不是扑街我记得有个 point 我想啊没错就是呢隔了一排之后呢、嗯、就有人开始传呢就说呢其实蓝可儿呢就是玩紧那个 Macau 啊韩国的搭 lift 游戏是啦咁呢我发现呢嗱佢是按中间那排的咁啊我那位台湾那位女士呢那个 YouTuber 呢佢就找到部 lift入面嗰個 panel 啊，咁咧佢就話中間嗰排咧就係嗰啲層數嚟嘅，就係、是、唔知就係咁十四啊、十一啊，但係咧我發現咧揾翻嗰個韓國嗰個遊戲咧就唔係呢啲層數嚟啊，咁我唔知啦啊，咪知咁我都唔知噶啦，我都唔知噶，提出咗個問題啫 ，OK，、啊、提出個問題咁就喂好似直接去追擊緊佢，我冇啊。似咯，似咩？我似咩？似追击紧呢条友，因为佢话咧，个所有疑点咧都已经解决晒啦。啊，同埋佢未必睇到噶，佢系 YouTuber 啊嘛。我哋去讲国语，我哋系 Facebooker。哦，Facebooker。所以可能咧呢条片咧，十年后先睇到。嗯，冇错。好啦，咁啊，差不多啊，有冇补充啊？冇啦，准备收工啦。
好嘛，咁啊，最紧要大家留意一下，帮帮手啊！喺第一节，同我睇睇，睇下嗰张嗰个轮椅啦。突然间咧咁活跃咧，不如播多次啦。播咩？即时播啊，嗰轮椅啦。播咩？好嗱，咁啊，大家嗱咁活跃，留意一下，同我睇睇究竟呢条片有冇异样。如果大家系冇付费我哋嘅 Patreon 咧，就睇唔到嘅。系啊。不过我哋今次咧。净系破例，破例，破例公开俾大家睇，免费版冇得睇嘅镜头。好啦，开片。OK， 等我熄咗啲相先啦。OK， 好啦，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咁我哋试下咧。哇，风嚟就话，我见到支笔睇唔到乜嘢喎，你好啦，嚟啦，我留意咯。咁咧，呢、這个你有冇见唔见到？呢、這个 Charlie 系啊，好耐以前咯，系咩？有眼镜，细路仔要倾偈，跟住好、okay, 多次播万嘅第三次，好啦嚟啦，我哋许新元系有你有冇玩我哋啊？好啦嚟啦，我哋话另外嗰几位应该系冇付费。咁咧呢个你有冇玩我哋啊？咁其实好啦嚟啦，付咗费嘅都好公平。咁咧，但系呢条片收收埋埋，我觉得又冇乜回响，好似翻嚟啦，好似唔顺噶嘛条尾。O K， 冇错啦，就系、是、咁样喐噶啦，张轮椅系啦。对我哋嚟讲系几大嘅收获嘅，因为不嬲都冇嘢睇嘅，我哋啲灵探片系啊。咁啊，但系都。多谢大家啦，继续睇啦，冇嘢睇都继续睇喎。啊，好嘢，真系佩服佩服。咁啊，大家喺 Facebook 多啲留言啦。咁啊，究竟有咩警棍呢？咁啊，大家睇睇，可能就系嗰条友真系我怀疑佢咧招咗魂翻嚟咧，招咗人魂翻嚟咧，冇叫人走啊，冇请走到啊。咁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啊，唔系冇挥啊，冇挥，净呼咋？净呼。咁会唔会就系、是、喂，大佬你叫我，你叫我坐咗喺度，我几时走啊？你唔叫我唔敢走噶嘛？我点走啊？系咪咧？嗱，即系会唔会有咁嘅问题咧？啊，定系问你啲师傅啦。譬如我招魂咁样，我招咗个嚟，咁我唔讲，刚刚看咩？睇重温啦。系啊，播咗好多次啊，唔好啊！你哋又唔俾反应，我宁愿冇嘢，唔好好似台湾某人咁。你讲边个啊？佢宁愿冇嘢睇啊，都唔好好似台湾某人咁啊，整色整水。边个某人啦、啊？唔知喎、啊。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啦，咁啊，因为呢个礼拜咧，由于疫情关系咧。咁我哋两个礼拜都冇出去，咁所以呢就礼拜四冇，礼拜四系冇嘢播噶，我哋休息一个礼拜。佢宁愿冇嘢睇啊嘛。咁啊，各位付咗费嘅朋友咧就见谅 ，OK？ 你闹佢新源啦，啲卵嘢。你话宁愿冇嘢睇啊嘛，新源话。好啦，咁啊，下个礼拜先会有灵探频道啦。好，嗱，大家唔好走住。睇埋我辛辛苦苦夹出嚟嘅，系啦 ，mix 啊，嗱呢个系有整嘢嘅，我又系加阿丁系加咗嘢嘅，咁啊，登俾你哋睇，就系呢个蓝可儿嘅微电影，系，咁阿丁咧就加咗少少咧啲真实嘅片闭路电视画面嘅，大家睇完先 off 佢，好唔好？好，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我哋再见先，拜拜，拜拜，拜拜。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 Ring around the rosy, pockets full of posy. Ashes, ashes, we all fall down. You found me. Now it's your turn to talk.差不多啦，好啦，好啦，再见啦，各位，再见。咁啊，有兴趣就上网揾啦 ，OK， 好，好，拜拜，再见，拜拜。